你的招式像我们刚才练的那个揽雀尾到单边，每一个动作怎么动，你就要去体会，借着收落动，你的路线，你的整个原理为原则，大概就对了。然后到单边这边，接下去怎么动，一落。所以自然的动作，我这边一落，这个手就是这样的嘛，这是一个小小小圈嘛，是这样子。我这样一落，这是一个小圈，所以这个回来，我到这边也是一样嘛，落是这个圈嘛，落下来是这个圈嘛，所以我只是落下来，鲤鱼圈变成这个样子，就是到这边，动作怎么样？对，一落，自然这个手是不是就到这边来了？对了，是不是？你只要一落，这个到这边，这个这样子嘛，然后落，这个落跨到这边了，一落跨转到这边来，对，落进去，是不是？你只要做这个，这个做对就对了。